か。那箱子下面是什么？那个乌冬啊。你一定放了一只超级巨型猪窝头。哎，好，哇，超漂亮的，超级巨型。猪窝头大概三十公分有了，好，我们要放它回家。猪窝头，种了一只小一点的猪窝头，吃够了，来了，帮它解构。哇，漂亮，大概20公分。好，解构，解构，解构。